要准备开演唱会了，演唱会当中会请来萧亚轩助阵。今天萧亚轩就和罗志祥一起为演唱会热身彩排，两个人跳起舞来默契十足，非常的亲密。而且鬼点子很多的罗志祥，这次还打算在演唱会上头加入时下最夯的 3D 立体效果。气氛马上嗨起来，萧亚轩一身亮眼红色紧身裤抢尽风头，不过爱秀的罗志祥一出场可没让他专美于前。小猪和 Elva 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，不论是浪漫抒情还是舞王舞后 MV 尬舞，两个人已经练到默契十足。不过找来 Elva 担任演唱会嘉宾，这次彩排小猪还是留了一手。刚看到那个是我们刚刚故意有点不熟，因为我们要给的是给所有的来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呢，就是会有一种 MV 呈现在演唱会里头的样子。其实鬼点子很多的罗志祥早就给歌迷准备了惊喜，搭上 3D 热潮，这次演唱会可能会加入更多的动画特效，歌迷看演唱会肯定会有全新感受。每一个进场的朋友们呢，我们都会再送一个偏光的眼镜 3D， 然后呢就是可以让你们有不同的视觉的享受。演唱会还没到，小猪已经做好万全准备，就是要让歌迷值回票价。记者邱邦贤台北报道。